我们的节目一直不温不火，今天你们一定要给我说出个理由来。观众是我拍摄挺好的，只不过背不了，背不了，背不了。你是不是怀疑环境特效吗？那你们一定要告诉我，这是为什么？Shut up, pussy. Without me, how could be hot? Ooh. Hey, do I tell you come track it? No. Not you. The bow legged one. Shut up. 今年上映的《死侍》这部电影虽然没在国内播出，但国外已经刷新了二级电影票房的各项记录，真可谓是票房口碑双丰收。虾米表示，这样的沉浸力有八成以上都是靠着小贱贱的表现争取过来的。那么本期的虾米测主角就是 Let's Hold Toys 的1:6死侍可动人偶。包装正面除了一张捧脸卖萌的表情以外，其次就是这些真实的弹孔设计比较吸引眼球了，仿佛小贱贱向你讽刺道，这么大个头你也打不中。背面则是一些产品的相关说明。抽出内盒，正面采用的是窗口化设计，看起来像一个印有彩绘的展示柜。取出塑封包装，拿出主体，好好一个造型放进去展示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背面则是死侍手中拿着自己的产品，配合外盒背面的小件件来看，好似是看了相关内容介绍后立马就拿出来做推销一样，这倒是挺符合小件件打破第四面墙的设定。将产品与相关的配件拿出来，你会发现本款死侍还是比较有诚意的。首先地毯的正上方是死侍的 Q 版 logo， 上面的血子刻画的也还不错，这也比较符合电影二级的设定。剧部分则使用磨砂材质，在专属配件方面采用的是沙漠之鹰，但是对比画面来看貌似显得细小了一些，这对于以军事兵起步的 HT 来说，武器比例方面的问题真是不应该有啊。不过两把手枪各自都能卸下弹夹，枪膛也可以前后伸缩，就像这样倒是挺好玩的。而在冷兵器方面则是配备了250刀以及100匕首和2个飞镖，后面的刀鞘采用的是磁力吸附设计，安装非常方便。50刀的刀刃部分更是运用到了合金材质，分量感十足，只是这把匕首和2个飞镖却用的是塑料材质。还有这个飞镖是要安放在哪儿？虾米真是没找着。除开两对握枪持剑的手型以外，还配有四对造型替换手。在这里虾米要提醒大家，如果更换手型的频率过高，会导致手腕封口处的服装部分外翻。虽说替换频率过高会导致一些问题，但混搭起来特别有趣，错开搭配可以摆出不一样的剑兮兮，甚是好玩。眼睛替换的方式跟刀鞘一样，都是磁力吸附，只是多配有一个小工具，仔细看看上面还印有死侍的 logo 了，就好像是渐渐的御用印章一样。本款死侍整体高约31厘米，拿在手中却十分的轻，把玩起来与视觉落差感较大。难道 HD 在素体方面有偷胶？头部的刻画使用塑料成型后再涂装的方式，虽然没有采用类似超凡蜘蛛侠2那种真实面料的头套，但在细节方面 HT 还是花了不少心思，尤其是从后脑勺的褶皱处理就能看出。不过这样的做法也让这个头与全身的服装纹理产生了略微的差异。在电影中死侍有提到自己一体成型的紧身衣是用弹力布做的，但表现出来的皮质质感非常不错。可看完本款产品服装，红色部分虽然光亮质感还行，却着实没有了电影中皮质的感受，所以看起来稍显塑料感。左右侧腹与肩膀附近的弹力布倒是有那么一些皮质的感受，可能是由于黑色更能反射出皮质的光泽吧。再加上有些地方也是直接采用了软胶与塑料作为材料，竟然加剧了整体的塑料感。背后的拉链是可以拉开的，从这里应该可以抽出整个塑体。既然服装是布料，那么缝纫和裁剪肯定少不了了，而本款产品这方面就做得不够吸睛，再配合黑漆漆的战损涂装，就会给人一种破破脏脏的感觉，不过这一点见仁见智了。
虾米是觉得战损方面做得过了点，在电影中小贱贱可是要干净一些。话痨加丰富的肢体语言一直是死侍的独有风格，而本款在可动性方面表现得也还不错，虽然部分可动受到了服装的影响，但也还能还原出不少死侍正经与不正经的姿势。头部可以360度旋转，由于球形关节的设计，左右与上下抬头都有小幅度可动。由于软胶肩甲带来的限制，手臂侧平举大概只能做到45度左右的位置，不过肩关节前后的可动性倒是不错，基本都可以达到90度左右，但会导致腋下与肩上的弹力部被拉伸得特别紧，把玩时要小心避免发生断裂。手肘可以弯曲至140度左右，同时会对臂环造成一定的挤压，而上面的银白色装饰件就可能会脱落，手腕仅仅只能做360度的旋转，上下左右的摆动基本没有。腰部的活动范围不算太大，但也可以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姿势搭配了，腿部可以前提到90度左右，当然屁股上面的服装也会被拉伸得很紧，连嵌骨都会露出来。同样在外翻内摆的可动方面也有一定的幅度，内八外八 X 型腿任你把弄，膝盖部分采用双关节设计，这样会让可动变得更为灵活一点，脚部配合下半身最大幅度的劈叉也能完美接地，可见这活动范围也是相当不错。由于服装是一体式的设计，所以在可动时都会对另外一些方面造成影响，把玩时一定要小心哦。总的来说，本款死侍在把玩娱乐性上还真是不错，在还原了电影的同时，也将角色各种贱兮兮的个性表现了出来。对于头套材质的处理， HD 可能是考虑到替换眼的问题，所以没有用到弹力部的设计，配件方面表现也还不错，但是电影中的爱心与蓬面配件手没有提供，着实可惜，而且也没有电影中不戴面罩的真人头雕，虽然虾米肯定不会拿出来摆就是了。并且在服装方面整体来看塑料感也略强了一些，但大家如果对产品某些方面真的是过于介怀的话，不妨等等也行，电影最后的彩蛋还摆在那里，不要怕买不到。 HT 死侍的 2.0 3.0 4.0 以及限量版正在陆续赶往现场。接下来让虾米带大家看看最近有哪些角色开新坑了呢？刚过去不久的10月，广州 CSF 上 3Zero 展出了绝命毒师瓦特沃特与杰西平格曼的1:6防护服版的可动人偶，配件方面看起来非常丰富，替换手型和防毒面具以及各种化学原料应有尽有，配件上的文字与贴纸做的都很用心，三菱在这一点上做的还是比较良心的。冰人的独特魅力之一就是这实实在在的真实感和还原度了。就在展会展出之前，官方还曾公布过一张预告海报，并表示比之前产品的头雕在细节上会有更多的提升哦，希望实物出货后不会让粉丝们失望。由 B 社开发的角色扮演类游戏《辐射4》在游戏封面上印着的这个大家伙就是 T60 动力装甲，三菱的这款1:6可动人偶就足足达到了36.8厘米的高度，真是大手笔啊！与之前的 T45 不同，这一次选用女性角色作为内部素体，外部装甲也可以取下，内部复杂的管道与金属骨骼显得细节满满，全身高达35处可动关节，旧化的涂装也十分到位，并带有可发光装置，配件方面包括主武器一把以及可替换的弹夹，这也高度还原了游戏中的设定。本款也在10月12日开放了预定。此外，官方还公布了另一款火焰涂装限定版，除开涂装不一样以外，还会多附赠一把限定武器胖子核弹哦。牙狼作为高成本的特摄片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主角华丽的造型，
多种多样的战斗形态都在粉丝们中拥有着不俗的人气。由财团秘出品的《魔界格斗白夜骑士》，从做工上来看，雕花纹路大气而不失细节，面部、胸部以及腰部的刻画非常精美，官方称可动关节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而更加结实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白夜枪采用了部分合金，背部的红色披肩采用由暗到浅的半透明设计，把盔甲点缀得更为华丽。不过由于盔甲的限制，可动性上还是很有限的。还有这个脸是不是做得太长了些啊？为庆祝 Secret Base 页面3周年， HD 借此又把钢铁侠家用机 Mark30 蓝钢最限定版发售，其实就是 Mark33 版副展的脱模产品了。虽说是脱模，但是钢铁侠三中确实是有这些机体的，包括之前的 Mark17 对比24、Mark25 对比26，不难看出 HT 版这些异色版的机体都以各种限定的形式发售，这套路真是屡试不爽啊！但对比之前的潜行 Mark3， 至少本款确实是在电影设定中存在的，蓝色镜面与潜行 Mark3 差不太多，在以红色为主的钢铁侠大军里还是有点另类的，可能就是这种异样的感觉才会让 HT 这些酱油机以限定的形式发售还能卖得这么好吧。最后的武士自2003年上映开始，就一直被影迷们所津津乐道。帅气的阿汤哥，即便是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，身着武士剧组也显得毫不突兀。果然，帅气就是百搭的秘诀。由盘古出品的1:6末代武士，就是还原了电影中阿尔格兰的造型。从头部细节来看，皮肤的质感做到了非常高的还原，皱起的眉间及眼神的刻画，把整体的面目神态展现了出来。这一点还是非常佩服盘古的技术，不过手里的武士刀就有些差强人意了，刀柄细节刻画略显粗糙，刀身部分也少了些金属质感。反观身上的铠甲，无论从上色还是质感，都要比手里的武器优秀太多了。《勇者闯魔城》，虾米我自己就超级爱看。沙田孝之一本正经的搞笑脸，总能在剧情中击败各个强敌。不得不说，《勇者义彦》还是非常受观众们和粉丝的喜爱了。Max Factory 也推出了由沙田孝之本人亲自监修的 Figma， 一个为常规表情版，另一个则是那胡子是怎么回事吧。这里还是要说，这满脸胡渣倒是和爱留胡子的沙田孝之非常像的。还有脸部的替换表情，勇者喜欢巨乳有什么错？另外，哔哩哔哩联合 AC Toys 出品的233娘也在近期公布了回眸图，平日你只能在显示器中看到萌萌哒的233娘，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出现在三次元的世界里咯，大家是不是已经期待许久了呢？嗨，受到小贱贱的威胁，虾米年度整个节目组都妥协了，把所有关于子氏产品的内容放到了最前面。就是不知道小伙伴们在观看时有没有不太习惯的感觉，子氏表面看上去是一个非常暴力与血腥的角色，但他却仍怀着一套属于自我的超级英雄主义，只杀坏蛋。电影最后一段性暗示的 romantic 还真是突如其来的一丝小清新，真不愧是小贱贱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关注新浪微博虾米大魔王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，同时也诚挚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 QQ 群，在这个大家庭里共同交流探讨，分享我们对魔王的爱和获得的快乐。最后祝大家生活幸福常伴，开心相随，我们下周再见。